你现在让白云哥牵下你的手也是可以啊，手举举高来，我牵一根呢。哦，这个就是妇女的感觉。对啊，这个时代牵手是很正常的啦。我的理想型呢，就是我之前都很常分享嘛，我想有点颓帅风的，就是看起来有点黑眼圈啊，有才华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头发有点乱乱的，然后有魅力，有才华。又会打球吗？阳光的男生也很喜欢，就是爱运动的人。处得来的话，就是最重要的，主要还是看感觉，然后相处的合不合适，价值观有没有相同，这样子。交往多久了？久了，最近才刚认识，刚熟识。我跟马云哥，我跟马云哥。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给我一点点，就是只要有空间啦。拉拉队员是成绩吗？应该没这回事吧？不可能啦，因为上面还有妈妈、妹妹啊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有助理啊。是不是不可以跟球员恋爱啊？有吗？可能问球团比较好。对啦，这个球团他们比较了解啦。哦，如果要调查的话，哇，那白云哥你的跟电话不一样后呢？是在那个广告中认识吗？就是工作中有认识到这样子。好像比较属于可爱型的吧，小女人一点点，因为我自己就是有点 M 倾向嘛，个性关系，好像因为就是我的个性，就是之前都比较有不好的就是关系，对，不好的对象，比我大或是比我小，我都没有特别的就是列入考量，对对对，就是通常就是处得来就是最重要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点点的交友空间，谢谢你，很棒，很棒，其实哥我已经在流冒冷汗了。Thank you.